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1年2月6号，大概是在中午的时间，下午一点左右。然后这场地震，它的震度大概是要6.9级。I've been walking on this hard asphalt, trying to hold on to God knows what, just hanging on to what I think is up ahead, just around the bend. I know your heart is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at this life with you and I is all about, but as you go, just so you know what.
300只母羊哦，那怎么样去？他们其实这个农民也很聪明，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母羊有没有被交配？有60%是从这个水力发电而来的哦，从水力发电而来。右边这就是美丽诺羊，你看它身体比较脏一点，然后胖胖的，然后它那个感觉头很像戴了一个安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，一直到。库克山里面倒还好，倒没有这么干。我们三个在冲上去一起打。Baby 哦，八姐你也有坏过。八姐你好坏。我是带团比较正直一点的哈。这边树是上三年前来这边都还没砍。像这两边的这个松树都是外来种了，都是。Star
我边啊较袂过敏。啊，恁两公仔干？我两边。要小，很快飞啊。啊，对啊。那个，那个差歪一点的，积累积起来，那就细了，对吧？